段节目过后暂列第四。本赛季的精华选曲《西贡小姐》。录不三周，接偷录不两周。菲利普三周。loop 三周，夏洛夫三周 ，Singer Euler， 菲利普两周。跳接换足联合旋转，头 loop 三周。我服三周。阿克塞尔两周。阿克塞尔两周。换足联合旋转。编排步伐非常细腻的表演，旋转结束。来自北京世纪新华编剧俱乐部有限公司的张瑞阳。张瑞阳进步也非常的大，我依稀记得在上赛季青年组分站赛包括国内赛的比赛当中，张瑞阳那个时候他的勾手跳还没有出，三三连跳非常不稳定，直到他这个赛季从俱乐部联赛比到现在，三三连跳越来越稳定，菲利普勾手的单跳质量也越来越高，可以看出他日常私下的训练非常的刻苦。
跳进的换足联合旋转，头loop三周的单跳，XL 两周再接 XL 两周的连续跳。自从连续跳在节目当中分值不打折之后啊，越来越多的选手会选择这个连跳。编排步伐，张瑞阳也编排了一段在裁判面前展示的表演。最后的躬身转，最后得分107.49，总分161.36，暂列第一。